焦妮姐老师，刚才我隔着你跟丽塔老师说话的时候好像不太礼貌，对不起。I have a lot of things to talk to you. Popcorn car, mommy don't car. 没事。没考虑你的感受。没事。对不起，以后我不会这样子了。其实也没有什么好道歉的，因为他是小朋友嘛，就是你也不会真的觉得他很奇怪的。他是蛮奇怪的。但是我觉得是在我的接受范围内。